真的不想要穿，是因为我不想要汗流到我的衣服湿湿的要洗啊！我在我家浴室，我哪里怎么了吗？我关门自己跑步，我也爱到你们是不是？跑步的时候有前面有东西会晃来晃去，那没有关系，那个晃动不大，影响不深，感觉不清楚。我尽量就是，我不是都周末飞吗？我周间尽量休息。像我现在会睡回笼觉，所以我早上起床时间够的话，我就会边敷脸边做那个超慢跑，然后就刚好在浴室跑一跑，跑一跑就直接去洗澡这样子，然后一整天就精神了。有穿衣服吧？没有。你很会问问题耶。没有，我真的不想要穿，是因为我不想要汗流到我的衣服湿湿的要洗啊！我在我家浴室，我哪里怎么了吗？我关门自己跑步，我也爱到你们是不是？跑步的时候有前面有东西会晃来晃去，那没有关系，那个晃动不大，影响不深，感觉不清楚。对，我们三月下旬的时候，25号那天，我们大家聚会，然后那天是那个我们爬山的朋友山友会的聚会，那是我邀大家的，因为其实我们当中有好几个羊座的人，包括我先生啊，然后傅真啊，我儿子啊，然后还有其中一个姐姐，那我们就帮所有的母羊们一起庆生这样子。那因为傅真他生日也不在台北过，所以就想说大家提早聚会一下。还有送他一个小礼物，送他一双很精致、很可爱的点点鞋。我觉得一看到他，我觉得哦，好适合傅真的这样，很小巧、精致、低调又有细节，就像他这个人一样。不能送鞋，他有给你钱吗？他给你10块钱。没有人在 care 这个，我们都已经认识几年了，谁来 care 送不送鞋？对啊，有时候就是那是心意啊。外双 C 的。就有看到啊，以前是三个人，就是只备好自己那段就好，现在是一整手，所以压力相对也大，这样。那还会紧张？当然会，很正常，我觉得会。会紧张都是正常的状态。我觉得每一个人对我都会有一种投射，认为说，哎，那你是都出道几年了，你大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？对，大家对我都会有这种印象。也因为你们对我的这种印象，也会变成我的压力。我变得好像我似乎我就一定要撑得住所有的场面。对，我的确因为这个压力，我会让自己要努力去完成它。但我现在要学会这件事情，就是说，即便有不完美的地方，我也要学会接受自己。我没有办法做到满足每一个人的期待，但至少你要享受其中。我们就跟大家一样，都是平凡人，所以我会紧张，会有压力，都很正常。